消极和积极管理。每一种投资，不论它有多么安全，都包含不同程度的风险以及不同程度的盈利机会。这些风险和机会通常在一个相对应的水平。当风险低的时候，我们称之为消极管理，它的潜在支出就会很低。但是当风险很高的时候，我们称之为积极管理，潜在支出也就会很高。